2014年韩国乒乓公开赛，即马伫韩国仁川举行。咱国嘅圣洁佩吴圣贤甲江宏杰，昨日苏强健是对上地主韩国队嘅阵容值甲金明时，是先得第一盘，又过一路失局，落尾以3-1来逆转打败韩国队。因两人伫今仔下晡嘅3点，要伫甲中国队来挑战男子双打冠军。公司 HD 嘅频道卖专程来转播。比赛开始。比赛开始不到5分钟，韩国队阵容值加金明时就靠着足强的进攻连得2分。中华队一路扩展，黄胜胜甚至出现发球失误。第一盘中华队得6-11来落败。轮流的回防。第二盘一开始，韩国队搁再用近身压迫策略，和中华队连扳3分。不过黄胜胜加江宏杰是冷静落来，用短球配合对角线的回球，比数是成功超前，落尾以11-8约做1-1平手。2014年韩国乒乓公开赛，韩国男子双打综合黄胜胜和江宏杰在苏强健对上地主希望韩国阵容值加金明时，胜杰配第三盘是一块打块，一路是压着韩国队以11-5六分的差距提下领先。好球！韩国队在最后一盘全力抢攻，中华队开局是落后有4分，在9-9约做平手，落尾在赛末点阵容值接球失误，中华队成功逆转胜。日本3点要到中国队的于子阳、周凯来修正金牌。记者综合报道。